巴克的中國，呢度就係汕頭啦。你们都是学生，三房两厅，iRose 智能控温床垫，实现凉风、取暖、烘被等多种智能控温模式，杀菌除螨率达 99.99%， 降温模式清凉送风，散除燥热，取暖模式驱散秋冬寒凉，有助促进血液循环，同时可以快速除湿烘被，去除异味，床垫再无健康隐患，为用户提供真正健康舒适的睡眠体验。整咩啊？整段。哇，咪好爽！哇，几靓个落地玻璃，成个花园望晒，豪宅啊！哇，呢个我谂有3000多尺啊，加埋晒真系，灯都唔使开，几光亮。跟住睇下厨房 ，OK 噶。啲木家樹，呢啲咪民宿農家樂咯。你們是本地人啊？我不是，我是重庆的。哦，你是重庆啊？咦，阿華同你同鄉喎。我是老乡啊，一个地方。为什么重庆到这里来做民宿啊？我妹结婚在这里嘛。哦，你妹结婚在这里。我妹夫是这个村的。哦。对。很好住啊，这个房间很好。不错哈。啊。那下次再来哈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我有频道，我会频道把你们的联系放下去的 okay, 啊。到香港的，我的客人，你住在香港吗？香港的，香港的。好了，好好，到时候接待好一点哦。好的好的。啊，你怎么称呼你啊？怎么叫你啊？我叫杨静茹。杨静茹啊。13，你这个电话可以。你现在讲出来，他们都听到的。我叫杨静茹，电话号码13822281996，欢迎你们来入住。还有四房一厅的别墅前面。OK， 好。这里是三房一厅的。哦，还有四房一厅的。前面是四房的。OK OK。好好好。这里多就要是四房一厅。这是这里的别墅。对对对。啊，望月楼。哎呀，你这个路线极好啊。哎呀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满意吧？满意满意，尤其是这个花园很漂亮。一推开这个窗帘都能看到整个花园，很舒服很舒服。这个今年重新维修的。哦，今年维修。我觉得好，我觉得比住海边好，因为海边有时候风太大，还有很闲。这里出去就是海边，对对对对，是视野是很近，就住在离海近一点，又有山又有水，出去就最好哈。OK， 好，好，谢谢你啊，好，不客气，慢走啦。水什么老老的呀？把水都倒满吧。好啦，我哋。最後一站啦，我哋今日你架車會租到，一睇架車就知道我哋戰績斑斑。戰績斑斑。四個人四個行李還可以。剛剛好。車大呀，車尾箱大，我們那尾箱小，還沒辦法裝。一路平安。OK， 好，謝謝。你們下次再來。OK， 好。好。
楼下买些吃，我回去再就给我们接到楼下来哈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好热情啊！其实佢呢个民宿程家庄咧个位置系相当唔错嘅，除咗头先位老板咁热情之外咧，好热情。当日都系因为佢好热情咁样介绍啊，咁啊，所以我印象好好。咁其实我一出去咧就海边嚟噶啦，一出去就海边嚟噶啦。咁咧就上次见你一出海边，转左转右，其实都系餐厅啊。又俾我睇到今日有咩？我全部喺度做咩？咦，穿咗啲蚝壳上去喎！哦，哇，全部喺度穿蚝壳啊 ！China 怎么用的 ？China 怎么用的？听唔到啲话，听不懂，是用来养蚝吗？对，哦。哦，啲蚝系附托喺上边，哦，咁样穿翻去又系养蚝，即系嗰日抽出嚟嘅，我哋啲蚝咧附托就种翻上上边啦，咁样一包包拎翻出去，哇，好犀利啊，超级大工场，咁所以嗰日去剔嗰啲绳就原来呢嚟绒绳嚟嘅，唔系呢嚟绒绳嚟嘅。好大場面啊！即係我哋香港人嚟多咧，咩都係新鮮嘢，咩都咁精彩。好啦，咁啊，我想講翻呢個酒店嘅地點係唔錯嘅，大家我係非常之推介啊！咁就因為咧，其實我哋環繞個島一圈嘅，咁當然咧，另外嗰邊都有海景啊，係咪？但我發覺佢嗰邊嘅海景，大家鏡頭都睇到啦。啲海好大嘅，一望無際嘅，我又覺得即係望住嗰個海，即係好似珠海咁樣咯，即係咁嗰種海景又唔係有咩靚咯。咁但係嗰邊咧就又冇呢邊嘅環境，因為呢邊好多都係養蠔啊。咁樣咧，大家咧香港人過到嚟咧，你可以睇下啲養蠔啊，即係好似我咁落下啲船啊，捕下魚。咁其實就好精彩嘅，就唔使即係咁講。另外嗰邊即係我哋食宵夜嗰邊咧，就食嗰個沙爹麵嗰邊就係、是。市中心啦，即系闹市啦，可以咁讲啦吓。咁就呢边咧就系即系捕鱼啊、渔民嘅地方嚟嘅，种蚝啊、种紫菜啊吓，系呢个种植嘅地方。咁大家谂都谂到啦，系唔同呢边天然环境多啲啦。咁啊，所以我系 prefer 住呢边嘅，即系嗰日我哋揾酒店嘅时候都有谂嘅，海边好啊，定住喺呢边好咧？咁我就觉得呢边系政局啲啦，呢边就啲民宿又即係大間啲啦，價錢又平啲，係價錢最主要價錢又平啲嘅，好嘛？咁啊，下次如果大家嚟汕頭咧，就可以嚟呢個程家莊啊。OK， 拜拜。嗱，呢邊咧係嗰日我哋夜晚由個橋過嚟，喺個島嘅最剩翻大概四分一島咧，我哋琴日。住兩晚都冇去過，咁發覺呢邊都好靚喎，同埋睇啲路啊、立青路啊，即似乎係一個招呼啲遊客個旅遊區，但係睇到啲路邊啊啲嘢整得好靚，個海好靚。嗱，嗰條就係橋，嗰日我哋夜晚過嚟就睇唔到，依家我哋會拍俾大家睇。嗰條橋睇落我真係都好宏偉喎，好似港珠澳大橋咁喎。呢度有个网红啊，打卡点，我哋必到啊，可以揾到啦，终于呢个卡唔打咗就下次唔知几时啊。我充电啦。有充电啊？诶，咁好啊，好，你充埋电啱啊，又有充电啊，咁啊充埋电，跟住我哋下一站啊，下一站边度咧？你而家讲俾大家听，下一站汕尾啦，去完头。梗係有頭有尾啊，係嘛？啊，食魚一樣有頭有尾，去完頭梗係去埋尾啦。咁我哋一邊充電一邊打卡，拍攝活化的中國係我嘅使命，唔想再俾人抹黑中國。
记得看完之后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分享。中国电车和寻根一共有几十集，如果不想看漏，记得马上按回个订阅掣啊！觉得我的片好看就给回个 like 我，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给我，我真的每一个留言我都会看的。一边充电，搞个呢边打卡，几多人喺度打卡噶？哼，系咪一定要嚟啊？唔嚟点得？就是这个打卡位了。来哇，这个 OK 啊，这个 OK， 准备啊，一二三，你看合不合格？好，谢谢谢谢，要不要帮你留影啊？我 OK 我 OK， 行，咦阿成啊，啊，系咯，冇办法咧，大妈。大妈之爱，嗱呢个咧红灯塔就必到嘅打卡点啦，个个嚟到都要嚟嘅。咁如果下次你嚟，一定要嚟打个卡先好走。咁啊冇嘅，即系我喺咁蔚蓝嘅天空里边整个红色嘅塔咁啊，即系耀眼嘅。咁啊，咁我打翻个卡先咯 ，OK 啊？叱咤，叱咤，叱咤，叱咤。但呢度都好多景点行下嘅，不过带大家行下啦，系嘛？埋定喺呢度。嗱，呢度最后一站噶啦，我哋喺汕头。咁咧就而家阿华就充紧电啦。咁一阵间咧，咁我一阵间我哋架车就沿呢条桥就会翻过去噶啦。呢条桥好宏伟啊！咁啊，嗰日夜晚嚟到就当然夜晚拍唔到俾大家睇啦。咁就一阵间上咗条桥，我都俾翻少少镜头大家睇。总之尽量抹不的中国俾大家睇下，而家中国现状系点样啊？咁啊，今次汕头真係好开心啊！咁啊，其实汕头今次成个行程呢，其实大家即係之前我冇讲，其实有啲乱咗阵脚嘅。因为点解呢？因为我哋都唔知，因为我哋去完宁波啊、福建返落嚟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呢，我哋嗰、那个行程码咁咧就话我哋去到嗰度，咁啊原来有啲酒店係唔会租俾我哋嘅，即係嗰啲叫中风险地方啊，係唔会租俾我哋嘅。咁變咗我哋又亂咗陣馬，同埋嗰日好夜啊！咁我大家都擔心死啦！如果個個酒店唔租，會瞓街嚇。咁結果就去到啲民宿啦，即係嗰日呢個民宿係嘛好友善啦。咁啊 ，OK， 佢話總之你聽日即刻做翻個呢個檢測就 OK 噶啦，咁樣嚇。咁啊，所以咧成個行程又有啲亂陣腳嘅。咁所以咧，跟住咧，我哋好多嘢都唔打唔撞啫，即係譬如落去拍嗰個養蠔啊啲地方啊。后启航嗱，呢全部都打卡位嚟嘅吓，咁咧就所以，譬如落去，我又八八卦卦咁样，咦，见佢哋喺度啲船出去，我系等个渔夫翻嚟嘅，我等佢翻嚟问，可唔可以载我出去俾翻少少费用你啊？咁样吓，咁啊 OK 啊，咁啊搞掂咗，咪可以好近距离，咁我好开心，好近距离拍到啊，咁啊，所以好多嘢，譬如夜晚食饭啊，好多嘢都唔打唔撞，其实，讲就系唔打唔撞，其实咧。在內地自由行咧，而家已經係好方便。以前我唔敢叫觀眾去自由行嘅，真係噶。如果以前我話沈博士介你自由行，慢慢即係好多嘢都有問題啊，或者甚至出咗事咧，咁我都即係唔好意思噶嘛，係咪？咁但係而家因為咧，我見到國內咧咩都好完善啊，即係路啊、車啊、交通啊，好似呢啲旅遊嘅設施啊，呢啲全部啊
全部有曬，唔好攀爬啊，做曬啲難。佢即係而家好安全啊！啊，咁大家無論吃喝玩樂住啊，嚇咁啲老闆咧，啲酒店又啊又安全啦，最主要係安全又友善喎，即係唔驚會去咗啲黑店啊，係嘛？以前嚟到呢啲地方嗱。尤其是今次咧，我去過咁多旅遊景點，去住酒店啊，食嘢咧。以前我成日都係嗰句啊嘛，哇！你去啲旅遊景點，你俾人知道你香港人，實劈你啦，實斬你一刀啦，一頸血啦。咁以前我嗰陣時咧，我去旅遊，譬如陽光咁講咧，你知唔知係好笑啊？咁當時啲本地人話：嗱，你落到去食嘢咧，你就話即係話翻啲本地人嘅名啊，嚇，即係唔好話你係外地嚟嘅嚇。甚至乎佢話千祈唔好話香港嚟添 ，OK 啊？佢知啲遊客啊，劈你一刀啊，又可能啲嘢又貴啦，又俾啲唔新鮮嘅俾你，又呃稱啦啊！咁以前啊好多啲一係真事嚟嘅，以前真係咁樣嘅嚇。咁咧就咁我都好小心，我亦都俾人呃過，都賴過嘢，都真係嘅。咁但係咧時隔呢幾年咧，政府管理得好好啊。嗱，所以嗰日嗰個。嗰、那個書法家咧講得好好啊，因為書法家哥又係有感而發嘅，啊，其實中國就係呢幾年咁進步，嚇，咁就係呢幾年，咁所以咧好多香港人或者外地而家睇緊片嘅華人又好，啊外國人都好啦，佢哋唔明白嘅，即係佢覺得喂係咪咁好啊？邊有咁靚啊？係咪假嘅呢啲啊？係咪假噶？係咪？咁即係佢哋唔相信，因為咧喺咁短時間，即係等於我無端端啊，可能一個後生仔出嚟無端短時間發咗達。你話呢條友梗係做，梗係做埋曬啲作奸犯科嘅事啦，梗係啲錢呃翻嚟嘅啦，梗係啲錢可能唔係佢，可能幕後有人俾錢佢，一定佢咁諗係咪？因為喺一個好短時間裏邊咧，佢個經濟啊、人民咧發展得咁犀利、咁好咧，其實令到全世界都唔相信啊。咁有啲唔相信得嚟，甚至乎佢就覺得就會抹黑你咯，係啦。咁但係事實證明咧，我拍過第三次嘅《抹不黑的中國》，我諗再去到而家去咗幾十個城市啦，已經嚇。咁第一個你唔信。第二個你唔信，第十個你唔信，第二十個你都要信啦，係咪嚇？咁啊，今次嚟到呢一條線路啊，即係呢一條線路由江蘇一路嚟到去潮州呢邊咧，成條線路又可以體驗下海邊。最主要呢一紮都係一啲海邊嘅城市啊嚇，咁啊可以睇下海邊嘅城市嘅發展係點嘅情況啊，好唔好？咁所以咧就完全係俾大家睇到咧中國嗰個進步就係呢幾年，所以大家唔信唔得噶啦。一定要信㗎啦嚇！咁我哋問題就係已經去到唔係信唔信，我哋點樣去享受呢個資源？點樣去配合、去享受、去支持係嘛？咁啊，大家即係融合埋一齊咯嚇，係好融合㗎！你睇下我而家今日行程啊，咁啊兩位國內嘅同事啊，我同我弟弟啊，吃喝玩樂，遇到所有嘅本地人，非常開心，非常熱情，真係非常熱情，非常感動啊！其實係嚇，每一個頭先食嗰個攞粉嗰個老闆。一講香港人，亦都哇好友善，又影曬相又成咁，係好好嘅嚇。所以咧，我係博士，係絕對啊！大家睇到而家差唔多已經，我哋抹不黑中國差唔多去到尾聲啦，去多一個城市咧，咁我就翻去珠海要做嘢啦。咁咧就同埋我同阿 Jody 會合啊，因為 Jody 咧而家喺澳門隔離緊，咁啊仲有同我一樣，佢差唔多星期六到咧，佢就係翻珠海啦。咁我哋兩邊會合啦。咁咧就所以咧就好開心嘅，咁啊，所以而家去到尾聲咧，咁博士個總結就話：如果而家睇到咧政府開關咧，去到呢個 moment 咧，就政府嗰個香港健康碼已經開始登記啊，開始實行咧，咁我睇喺未來兩三月咧，應該咧就係會開曬關噶啦，嚇，咁啊，當開曬關嘅時候，咁可能大家諗哇，期望咗兩年入嚟內地，究竟入嚟內地今次入嚟點玩法咧？點去享受咧？我博士非常推介大家好似我一樣自由行 ，OK， 揸住部車輸嚟去玩下，有兩條線，一就揸車，一就搭高鐵，啊，一個搭高鐵，一係揸車，再勁抽啲搭飛機，全部都係好順利，好容易。咁啊，如果有啲新嘅觀眾，記住睇翻我之前去嗰兩輯《抹不黑的祖國》，有去武漢，有去哈爾濱、重慶、成都，哇，好多好多好靚好正嘅城市，絕對好睇嘅嚇。如果啲新嘅觀眾未睇，記住睇咯，好啦，充完電啦嘛，我哋去大橋，跟住下一站汕尾。怎么卖的？卖不卖的？这个啊，这一斤八十吗？多少？八十。八十一斤，八十蚊一斤。等一下，人来这里收购也一样啊。
哦，你收的都一样的哈。对啊。这卖给我跟卖来收的一样的。都一样的。这个叫什么蟹啊？是花蟹。花海啊，花蟹。每一次能捞多少只啊？一斤啊。就能捞多少只啊？这抓不准啊。有时候捞，有时候。嗱，呢條叫做南澳大橋收費站，過去使唔使俾錢啊？下去的時候找你要嘛。哇，上次嚟嗰時幾多錢啊？好貴喎。96。96蚊來。9341米。回。9341米。呢條南澳大橋，咁啊，成個南澳我哋即係玩咗兩晚，係個島嚟嘅。我哋而家離開呢個島嚟嘅。南澳大橋，啊，行好耐嘅，我唔會拍曬噶啦，行好耐嘅，上次行幾分鐘啊？華記唔記得？好似都行咗成十幾分鐘啊！嗱，而家11:08，依家我睇下到嗰邊幾點鐘，每日大家睇住我行條橋啊，係咪先？出發！即係十零分鐘啦，咁咧原來出去係唔使俾錢嘅，咁就差唔多啦，淨係收96蚊嚇，來回人民幣，咁 OK 呢個價錢就你來回都要收96就唔得嚇。好啦，而家我哋過咗橋，我哋就向汕尾方向出發啦。拜拜，掟低咗你呢個島嗰度。我哋自生自滅。好，嗱，末巴的中國最後一站